到咧，咱咧邀请，咱咧吴老师来讲到，今日特别咧，咱来得到吴老师来到咱教会，来甲咱同讲，用一个音，伊会讲第一是基督的祷告的切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我咱有这个机会，而且做会来敬拜上帝。我咧教会而且无话讲啦吼，伫信仰牧师的教会隔壁吼，伫伊遐就当看到阮遐吼，隔一条狗仔尔尔吼。但是较少有机会来到金福教会，甲大家做会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。牧师今天所讲的主题，甲基督有关系。包括伫所讲的圣诗267首，讲基督的时，即时极好。基督是咱甲上帝亲密的一个时间。基督予咱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吼。今仔日嘛是应福教会。伫这个所在要来举行牧师的竞选，执事的选举，相信每一个兄弟姊妹都已经为着要申请一个牧师来到英国教会，来付出真侪祈祷的时间，望上帝的引穿，会当有一个适当的牧者来带领英国教会社会伫这个所在同心。来见证上帝的福音，我相信上帝的确嘛已经听见咱的祈祷。我说今天要跟咱分享是祷告的确据吼，确据台语闽南话我嘛无啥知影吼，应该是讲你伫祈祷的时阵，你确信是甚物话？吼，你伫祈祷的时阵，互你会当确信上帝有听到你的祈祷。迄、这个拯救是甚物话？有当时祈祷无，毋是亲像咧用空气咧拍拳头有共款吼，安尼每一拳拍出去，那就规日空空啊，毋是安尼。咱咧祈祷时阵，有甚物款的拯救，互咱伫祈祷中间，无论祈祷偌久，无论是毋是照着咱的祈祷，甲咱成就，甲咱应允，咱拢会当确信。上帝已经听到咱祈祷，这个证据伫什么所在？今仔日牧师伫这个所在，要甲大家做会来思考。有一段话安尼讲讲，上帝对祈祷的回应是上帝存在的证据。上帝对祈祷的回应，予人信心成长。当咱在祈祷中间，咱感受到上帝实在是已经听到咱的祈祷。咱感受到实在是咱的祈祷，上帝已经甲咱成就。你的心情是甚物话？我想你的心情会充满欢喜，充满感谢。在你的心内，你会讲：哦，哈利路亚！我所信的上帝，真真正正是一个活活上帝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在祈祷中间，上帝对咱祈祷的回应，对每一个信徒来讲，拢是。对你的信用是一个真大的帮助，因为真正会当让你深深来体会，咱所信用的上帝是一个活活上帝。同时，在这个祈祷的中间，也会当帮助你真正亲身来经历上帝。我咱对信用的认识，不是单单在头壳的内底。我们在信仰的里面，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的中间，真正亲身经历的上帝跟我们三个字的。所以我们要怎么用信心来祈祷？我们要怎么确信上帝已经听到我们的祈祷？祈祷是我们在属灵的生活操练的中间一个必须的工作，因为每一次咱咧祈祷的时阵，你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啊。
每一次在祈祷时，你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祈祷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在咱属灵的操练一个必须爱经过的功课。在祈祷中间，咱会当深深来明白上帝的意思。有真侪人有时甲咱教导，有当下咱在祈祷时，咱不知上帝的意思，总是到无尾，到到咱在看代志的发展，代志的经过，咱会当知影上帝的旨意。但是搁较侪啦，伫祈祷中间，你就会当知影上帝的意思。对兄弟姊妹，你有这个经验无？你在祈祷的时，你就知影上帝的意思是啥物。你在祈祷的时，就知影上帝有答应也无答应，是不是？因为每一个人，伊来到上帝甲面前甲上帝沟通的时，拢有伊特殊的方式。亲像我的方式是啥物？我若早起时起来祈祷的时，我会先读一首诗歌。在诗歌中间，我会当知影上帝的意思。所以有时咱伫祈祷中间，检查兄弟姊妹，咱若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有迄个习惯，咧甲上帝亲近的时阵，有当时咱伫祈祷时，上帝望着咱的心，互咱伫祈祷中会当明白上帝的意思。更加奇妙就是讲，有时咱无祈祷，对一寡代志，咱也未开嘴祈祷时，咱就看到上帝已经成就，因为圣经明言甲咱讲。当咱也要开嘴的时，上帝拢知影咱的需要，所以祈祷是帮助每一个基督徒，深深搁一摆来经历上帝一个上界重要的经验。弟兄姊妹，我苏要问你，恁的祈祷是毋是有合上帝的意思？所以伫祈祷中间，检查你为着啥代志祈祷一摆，你看这个代志的成就。有当下你为着一项代志，祈祷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，祈祷足久的时间，总是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在思考，在咱祈祷的时阵，咱要怎真真正正抓牢这个祈祷的稳定，咱要怎真真正正知影上帝听咱的祈祷。第一项真重要，咱在祈祷的时是甚物？咱在祈祷的时是站在你是上帝的子子的这个地位底下认真祈祷。咱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安尼甲咱讲：既然接待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，伊就赏赐因冠冕做上帝的子子。这段圣经要甲咱讲。既然接待伊的，接待什么人？就是接待主耶稣。你一个人来接待耶稣，伫伊的心内接受耶稣，成做伊生命救主的时，就是信耶稣的人。当一个人信耶稣了后，安怎？上帝就予伊有冠冕，通好做上帝的子子。咱注意听这句话，予伊冠冕做上帝的子子。所以两个兄弟姊妹。你是不是上帝的子子？是，表示什么？你有冠冕，做上帝的子子是一个冠冕。今仔日你把刀要当个镰刀，冰箱拍开，食物件，你会叫动作差啦未？未啊，这弯刀啊，我冰箱拍开，我就食物件，哪有出来有电啊？这弯刀嘞，贴我就开电视起来看，倒伫眠床咧困，到有啥物问题？因为这是领导，你会当享受伫这个家庭内底所有物件，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，这就是你的冠冕。上帝的子子，你是上帝的子子，你的冠冕是甚物货？就是你会当有冠冕，用祈祷来得到上天各样的稳定，这是你合法的冠冕。这是你合法的冠冕，所以每一次当咱在祈祷的时，咱不是用咱个人，你是什么人在祈祷而已。更加重要，你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就是你是上帝的子，你是上帝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。
你是用这种的身份、这种的地位、这种的官兵来用上帝来祈祷，所以祈祷是上帝惊喜的官兵的。祈祷是上帝惊喜的官兵，咱唔通看轻这个官兵，咱唔通放弃这个官兵。亲像你今仔日你投保险、医疗险，有一家不管你怎样发作病，来看医，请问？你把你的保险公司讲的，讲我哦身体无爽快，啊我有医疗险，你得要甲我理赔对吧？这是你的什么话？这是你的权利，这是你的权利啊！保险公司得要出来替你来处理这件事，把你的医药费、你的住院的费用有一个补贴，这是你的权利。今仔日祈祷嘛是做上帝惊喜的权利。祈祷也是做上帝惊奇的官兵，因为咱会当通过祈祷来动用天顶各项的恩典甲福气。所以，各兄弟姊妹，唔通看轻这个原因啊，唔通放弃这种的官兵。你通过祈祷才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然后伫遐来有迄个资格，有迄个官兵来使用各项属天的福气。在祈祷中间，咱会当看到上帝的心意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这段圣经，甲咱讲：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就要成就。哦，并通过子来得到荣耀。这段圣经甲咱讲一项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当你的祈祷若是成就的时，什么人得到荣耀？上帝。你的祈祷若是成就的时，上帝得到荣耀。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四节，甲咱讲：，当恁唔捌奉我的名求什么，但恁求就要得到，予恁的祈祷通得到满足。所以，这是祈祷内底两项真重要发生的代志。第一项，当你祈祷而且成就的时阵，安怎？上帝得到荣耀。第二项。你的喜乐会当满满，你的喜乐会当满足个。所以啊，咱人讲哇，上帝，我祈祷这么久，你也知影，当你的祈祷若是成就的时，你会懊恼感谢主的，会啊，一定会感谢主。上帝，你听着我的祈祷，这就是一个应当上帝的代志。所以每一届当咱祈祷得到听、得到成就的时，是乎上帝的名得到应当。要让我们心内的欢喜，甲喜乐会当满足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上帝对祈祷的心意。上帝给你一个身份，给你一个地位，就是你是上帝的子，你会当通过祈祷来顶担各项属天的福气。上帝让你知影，当你每一次祈祷若成就的时阵，予上帝得到荣耀。也让你的心得到喜乐，得到满足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站在上帝立场，伊是何等喜爱兄弟姊妹来到伊的面前来祈祷，伊是何等喜爱要听叹你的祈祷，伊是何等喜爱要照你所需要的来甲你成就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祈祷时有信心，祈祷时无伫放弃。因为咱要确信，这个祈祷实在是出自上帝的恩典。第二项，上帝的心意是甚物？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予咱会当经历到一个丰盛的活命。诗篇三十五篇第二十七节这段圣经甲咱讲：，着尊耶和华最大，耶和华欢喜伊的罗卜平安。着尊耶和华最大。耶和华欢喜伊的罗卜平安，上帝心意是赐平安的意念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意念毋是咱的意念，上帝意念较高过咱的意念。上帝意念是赏赐平安的意念，所以在上帝，伊是爱咱所有上帝子儿，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有一个平安的生命。在祈祷中间，咱就是要来经历上帝所赏赐迄个平安甲丰盛的画面。
因为兄弟姊妹伫生命中间挑战非常的侪，总是逐摆咱来到上帝面前祈祷时，咱就搁一摆要来经历着对上帝来的平安。因为兄弟姊妹，你有这个体会无？不管一项代志，你甲上帝祈祷偌久，你的心内有平安无？我想当咱常常来到上帝面前祈祷的时阵，上帝的确收束。每一次咱来到伊的面前的时，咱的心内有平安。这是一个伫祈祷中间真水的应允，真水的确实。伫祈祷中间，上帝就是要让咱有一个更加丰盛、更加平安的生命。有时检查这个挑战，伊要将这个挑战对咱的生命来煞去，总是伫祈祷中间，伊让咱有平安，让咱有快乐，让咱有确信，上帝甲咱相同一边，让咱会当面对这个生命挑战。所以上帝所要赏赐予咱迄个丰盛的生命，是伫属灵的追求，伫品德的培养，伫属灵的恩赐，伫生命的道路，伫你的亲子的关系，伫你的婚姻的关系，伫你的子女的关系，伫你的财务，这拢是上帝所要祝福的，这拢是上帝所要赏赐咱丰盛的物件的。弟兄姊妹，愿咱伫祈祷中间，拢深深来体会上帝所要赏赐咱迄个丰盛的画面。第三项，伫祈祷中间，咱要学习吞忍，甲学习顺服。伫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安尼讲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爱人常常祈祷，唔通灰心。主耶稣咧讲这个故事的时，已经讲伫头前啦。恁得爱常常祈祷，唔通灰心。所以表示祈祷爱安怎？爱有耐性啊！祈祷爱有耐性。祈祷咧操练咱的耐性，而且祈祷唔通灰心。所以伫迄个长长孤独伫祈祷的操练时，有时咱会灰心。总是主耶稣甲咱讲，咱对祈祷唔通灰心。所以有时咱会深深的体会，祈祷是咱属灵操练一个必要的过程。因为祈祷的中间是操练咱会当有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因为祈祷每一摆，你祈祷的时，你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一个人伊若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那呢伊的生活就会糟践了。所以祈祷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咱的生命常常面向上帝。不是用你的脚掌听向上帝，常常用你的面向上帝，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然后呢，咱就哪来哪有迄个上帝的圣洁伫咱的心中，咱就哪会当来过一个合上帝心意的生活。祈祷的时阵，也会当操练咱用信心去看上帝的作为，是基督徒这个作用。用信心看上帝作为，有当时你留意到真祈祷，但是祈祷祈祷真久，检查你的灰心，总是伫迄个时阵，你该到上帝面前，甲上帝祈祷讲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起你的作为，检查上帝伫你的生活的四周围，伊已经在做工啊，你有看到？检查上帝已经成就稳定啊，你有看到？只是有时无拄拄照你的意思，因为检查无照你的意思，所以你无看到。所以伫祈祷中间，就是咱操练咱，咱用一个谦卑的信心，而且顺服伫上帝面前，要来看上帝的作为。所以伫祈祷中间，这拢是对咱属灵的生活一个真好的操练。所以两位兄弟姊妹，上帝予咱有迄个权柄来向上帝祈祷，上帝有予咱有迄个权柄，通过主耶稣基督来洗净咱，
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求问这个上帝。你们兄弟姊妹，你就要珍惜这个冠冕，因为这个冠冕不是每一个人拢有。当人的心内无接受耶稣真做伊的救主的时阵，所以咱的心内已经接受耶稣真做咱生命救主，咱已经洗礼。咱伫上帝这个国度内面，咱伫上帝这个大家庭内面，咱就迄个冠冕通过祈祷去担用天顶各样的福气，咱就分用这个冠冕，咱就用信心去顶担这个冠冕，通过祈祷来敬拜上帝，咱做来祈祷。我们天顶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疼我，你无爱我的心，你每一日的生活中间，你无爱我孤单，你要甲我同行，我真感谢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知，我实在是已经受你恩典的引带来请做你的儿子，我有这个冠冕来运用一切上天的福气，求你帮助我。让我有信心通过祈祷来担任一切上天的祝福，也求你帮助我在祈祷中间，我用谦卑的心，我用顺服的心，你开我信心的目睭，让我看起你在我在祈祷的时，你已经在我的生命中间，你的罪工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让我看起这个，让我哪祈祷，我就哪有困难，哪祈祷，我就哪有信心。但勇敢对主来行，愿咱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